岛内宜居花园生活，打火石生火竹筒蛇面棍也吹。发酵好的面团开始做蛇面棍。你要去吗？好，在上面而已，我上去哦。哦，多认真啊，竹筒是要做蛇面棍的，然后里面的料已经调好了，然后蛇面棍的面粉正在发酵中，然后呢生火煮的正在努力的使用煤粉来生火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听说要磨多一点，磨多一点的成功率才会高，对不对？一切正在试验中。前面留一小段，我们要会底的那种木棍上。传得很漂亮哦。擀面棍。那边水没有被任何人动到。蛇。会钻的。这边。你会先做这样就好了吗？好啊，你来，先慢慢你撑。不是。对对对，那你就刮另外一个角，你就刮别的角。嗯，像这里。我是说这个刀片。谢谢的东西。变得比较银色了。哎，哎呦，变成这个颜色，你去问妈，这样应该对吧？你要刮。应该没错。嗯，都是要助燃物这个。对啊，要比较屑屑屑那种东西比较好。木屑或者是助燃的东西。加油，继续刮，加油。我不是刮木头，你这样都刮在旁边了。对，要刮在那里面。要刮在正中间。对，要刮在正中间哦，中间，要不然就没有办法。对，要跟他们都混在一起才可以。加油，加油！小心手。有火花。点点就是要玩玩玩看，对，用那个火种很容易的，但是这种呢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嗯，有一定的难度哦。特殊的生活科学，有火花出现了，太厉害了，加油！可是火花，可是没点起来，要点。挺好的吗？比较容易起来，为什么？哎呀！说不定会起来哦，我有机会哦。不要把梦穴拨走啦！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就很难，因为要用力啊。这里。没错。哇，刮这个。就可以啦。有人。所以整个一个生火的过程就是非常的耗费体力，就是重点就是生火，火没生起来什么都没有。对，火没生起来什么都别想吃了。又要开始努力了。那种露营的时候超好玩，全校的二年级通通都在这里，然后你们一群人这样，真的，你们然后还有晚上还要守夜，好羡慕哦。我们小时候国中、初中都会来这里露营，晚上睡觉还要轮流守夜。你居然没有录到影，好凄惨，所以千万要让小孩去录一下，我要记一辈子。一群的跟家庭式的真的不一样，大家都努力的在刮。原来要先在硬的砖块上打火才易燃，终于。自己来做啊，真厉害啊！老板啊，做啊。然后就会刮很多出来。哦，正好就集气了哦。拉拉拉！还有一点粉。拉过来，快点拉过来。哎，小心，等一下哦。别别别别别别！不是豆粉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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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慢一点哦，文火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给它树叶，干的树叶，干的树叶，淹死人的感动。火越来越大了。这里还有炭，好旺的火。我不用担心没有木炭了。我不用担心没有木炭了。来吧，旺起来喽！我等下再拿东西把这边叠起来啊。滚，你看，
那竹筒差点烧起来，它要变成竹炭了。烧竹炭。对啊，竹炭筒，好特别。等一下，好上，佩服戴口罩。是最旁边，是最靠近那边的两个，那个哪一个？这两个超会搭的，整到最左边的这根，我已经听到它在跳了。对，哎呦，爆米花在爆了。爆米花可以拿起来了吗？来了，太会搭了哦。可以加盐或奶油果酱。你们要这样撒盐，要这样子。刚刚抹的奶油，现在又要撒盐，要这样子，是这样子。是这样才对。我想吃看豆腐冻。等一下要吃好了。加炼乳的还可以加炼乳。豆腐好吃哎。没有味道。有的又可以剥来吃哦，那个烧焦了要把它先剥起来。去日月潭有没有看到有人在卖蛇面棍？没有。有，我跟你讲，日月潭有。有啊。日月潭有卖蛇面棍。太久没去了吗？成果发表。竹筒饭火太大大裂开有点不成功，其他很不错。啊？我坐中间。你要蛇面棍来喽！就拍美美的地方啦，有的地方比较丑。那边烟雾也很多啊。大功告成。玉米一样啃边边，不是啃中间。好吃吗？太好看了！的位置啦，你看，天啊，怎么那么好吃？你架在你手上那个角色，津津有味。那个蛇面棍上面不是还会粘一些？哦，就让它，就让它当厨余大队。去啃，去啃，把精华给吃掉啊！好看，因为有多奶油，真是太好吃了。这个竹筒饭，香菇竹筒饭来了，完成。还有刚刚的香菇已经倒出来了，还有爆米花，香菇真的赞啊，爆米花，还有还没开封的，还有没开封的这些们，还有它不可，这个好像是金针菇啊，金针菇，哦，这是金针菇，哇，面棍。正在分食面棍当中，完成开心体验，大家也来试试吧。